那些年那些高手吃过的宇宙幻影，给大家混剪一个视频啊，都是用宇宙幻影一拳超人来打人的。第一个是这个德池打亚王啊，好快啊，就被打晕了。这一局是这个德池的高光时刻啊，打的是小孩，小孩被压在角落，直接一道晕，宇宙幻影出现。接下来这个局也是同一局的打小孩，是这个河池的高光啊，高光时刻，一局让小孩吃了两次宇宙幻影。哎，这一套下来差一点有晕点啊，一直在打两个打晕，好，刚好打晕了，然后爆气，哇去，超杀的宇宙幻影啊，你懂的，伤害贼好啊。现在是这个河池打帮主，帮的还是不错，哎，来了啊，又是这一套打晕，马上宇宙幻影。那接下来的更加有意思了哈，这个是霸王打新颖啊，大家看好位置哈，残血的是新颖啊，新颖的这个拉尔夫，双方都是爆气的，现在霸王还是满血啊，宇宙幻影跟霸王没有，哎呦，好疼啊，别打了，幻影啊，也是一个经典了。好，最后来看一看这个谁啊，啊，霸王打陈辉啊，这一波也是很搞笑啊。啊，霸王很不错，你看把对手打晕了，然后宇宙幻影就这，但是没打死啊，该我了，该我了，这里啊，霸王总是有一点倒霉啊，其实不是有意的哈、啊、他这下宇宙幻影没有打死，反倒被这个陈辉给打死了哈、啊、好的，喜欢的点关注吧，关注羞羞不易走丢。